一分钟扫描街尾都唔系拍戏噶。33岁嘅佢被 CCTV 影到，差人再凭住线报，等佢一攞车就拉人啦。消息就话系现任圣和坐馆紫藤得力门生嘅佢，上个月尾同另外一个有黑社会背景男人去到庙街尾都餐室嗰度食嘢，期间就有人自认系江湖大佬，觉得个位同身份唔夹，想调位，但系被佢就涉嫌打伤职员闪人。我开呢间铺，我啲字就嚟消磨时间嘅啫，话俾你知啊。昨日朝，65岁姓黄的老板娘一回到美都，就被四个男人闯入，打爆大门玻璃窗，又推跌台凳，一分钟左右就想接应的车闪人。我啲客唔少点生意啦，朝头早开10点，夜晚9点，仲想点啊？作为第二代传人的佢，话自己未试过同人结怨或者欠债噶。1950年就开业的美都餐室，除了吊线改咗做冷气机，入面装修都 keep 到50年代噶。唔少电影电视剧都嚟借场拍摄，是油麻地其中一个地标嚟噶。